必输钱先花，对不对？所以甲跟乙谁要先？这里有两倍啊，两倍啊，得两倍，得两倍，所以倍数钱是乙啊，所以乙要先花，对不对？所以乙先花，可是先你再看下一句，啊，变成丙，丙倍数前面嘞，所以丙又要比乙先了，所以最后谁要先？丙要先，所以注意看到、哦、这题很难，所以注意看，丙要先画来，接着画乙，乙丙的几倍？三倍啊，所以你画三遍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了，注意看，不好画，不好画，然后再多、哦。一百不好画的是甲，来注意看，甲才麻烦，甲是乙的几倍？两倍。停笔。甲比乙呢是乙的两倍，少一百，比乙的两倍，乙的两倍，所以很麻烦哦。乙的图已经是长这样子了，所以你就要重复把乙的样子画两遍，所以它是倍数的再倍数。我已经是你的倍数了，然后我又是你的倍数，所以我会更复杂，听得懂了，懂哈？啊，所以呢，来乙的两倍数看了，来我画的跟你一模一样，好，一倍了，到这里是一倍了，还要再一次一模一样，又来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多一百，这样看得懂了没？这里叫谁？这里是谁？这里是谁？这里是谁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哎，乱讲，这叫假。这个，这个蓝啊，这个嘞，会不会了？会了哈、哦，啊，还没完了、啊，还要再怎样？乱讲。三倍呢？哎，讲错了。对对对，还要再少。一百，少一百再回来啊，所以刚好这个地方不见了。会不会了？会了，来画上去，剩下自己算。好，所以这里麻烦就是倍数再倍数，所以很麻烦哦。好，倍数好多了，然后再倍数，倍数再倍数，多的拿掉，少的补，记起来，多的拿掉，少的补啦，这样子，多的拿掉，少的补，就会变成是整份整份整份，你才能去找每格每格每格，懂了没？你们在听，多的拿掉，少的补，才能找整整份整格，会不会了？啊，所以两千三要加减，加减，减多少？哪里来的两百？啊，这里又不是一整格，所以这里要减掉啊，这里也不是一整格，要减掉啊，所以减两百，会不会了？啊，所以等于几格？剩下的几格？好，二一零零在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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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总共十格，不要骗我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对，十格，所以一格，一格，啊，恭喜你了，现在问谁？哦，三个人，来一格两百一，所以等于七百三，七百三，再来这里，两百一十一二三四五六六格。加一百，所以等于，对，加一百，所以一三六零，收工，对着举手。